第五片，然后面包的下面。哎、欸，啊，接 game 时光。Hello，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我们的 My Cry。今天呢是圣诞节嘛，所以我们就来玩一下跟圣诞节有相关的解谜地图，好不好？今天要玩的是这个圣诞蛋糕失踪，谢谢我，谢谢，来吧，试试看。好了，进来了，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规则好了，规则我先看一下，好吧，来。规则，这其实真的蛮有圣诞节的感觉呢，哦，对不对？就是这种，哎呦，红绿的地毯。先看前景提要，好不好？故事，圣诞节前一天，小咪跟爸妈约好要一起准备圣诞晚餐。原本只想要睡觉，没想到一觉醒来啊，爸爸妈不见了，是呗？好，那我们所以是扮演这个小咪，五岁的小女孩，个性活泼，好奇心旺盛，小妹欧北照哦，让爸妈很头疼。你就是小咪有屁有啊？还有一个规则，我们看一下，请勿作弊。请勿破坏方块，没有使用材质包，所以我已经把那个材质包换掉，现在就是预设的生存模式。成就有八个，四个在屋内，四个在街上，所以我们需要努力一点点，好不好？那这个我们把它放回去吧，因为这个我们用不到了。好，那现在目前有，我们就要按这个生存模式。好，那我们开始游戏，进来新的房间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卧室就对了，好不好？都有这种椰蛋树，这个应该没什么按钮吧？接下来哦。变成礼物箱哎、欸，好酷哦！该不要我开到死吧？阿诺阿诺，圣诞快乐！应该没有哎、欸，好像没有哎、欸，感觉是骗人的，骗人的这个礼物区。踩压力板就触发剧情，我们来看一下。呜呼，午觉好舒服，来去吃小心点，是小点心吧？还是小心点？妈妈妈妈，人家的小心点呢？哎、欸，妈妈出门了。好，那所以我们就去一楼了，是不是？仔细看哦，有吗？这个有吗？还是下面有？哎、欸，哎呦，可以进来里面哎、欸。酷哦，仔细看，要修，看了拢几点嘛？啊，没有了，这里没有啦，那没了，所以这里真的是空的。好，走走走 ，OK， 所以我们出来了，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外，房间外，这是小咪的房间。看这边门，哎呦，这里居然有藏个箱子、啊，这里应该没有了吧？我稍微看一下，这应该是没有了。好 ，OK， 好，我们继续走走走走。这里还有阳台，哇哦，有阳台。然后好像没看到什么东西。好，我们再往下走。这个这里会不会藏东西？这里也没有。安安哦，安哦。这个是爸爸妈妈的房间哦，这个他家蛮合雅的哦，所以感觉这样好像做起来不错。好，我们先一间一间看，好不好？这里是厨房还是什么？然后除草，对不起。这里看一下。这个都是一些东西，会啊，我会看一下，我看一下，好不好？好，下面我看看，没东西，没东西。这哎，水可以关掉。哎呦，各位，圣诞礼盒，它旁边还有一个，有了妈妈的饰品 ，We did it， 妈妈的饰品。哦，这厕所，我讲错，对不起。他说房间里面会有四个嘛，哦，家里面会有四个，所以应该不会有一个东西藏太多个吧。天花板的话，我们看一下，天花板好像看起来没有。OK， 我们去楼下吧。楼下先看看这边。哎，这里有一个，哎呦，两个了。哎，他没有写成就，这样好，感觉很难分哎。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这是大门了，我们没有大门的 key。然后这间是储藏室，所以目前还有两个钥匙要拿。上面会有吗？Merry Christmas！ 各位，这里好像有一个，这是有一个、啊，刚看到一个黑点、欸，有了，我们拿到储藏室的钥匙，这个先放着，好不好？走，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客厅的部分，电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该不会又藏什么了吧？没有，都没东西。哦，有剪刀呢。这剪刀是怎样？我看一下。家里很安静，爸妈去哪里？该不会自己跑去下载了？找不到钥匙，调查妈妈的房间。找到钥匙，调查妈妈的房间。南瓜派，剪地毯。我知道这剪，不过它这个好像耐用性只有一次而已，所以我也不知道剪哪里啊。我看这里应该还有东西啊，有了。妈妈的记事本。想说刚刚这边远远看就有一个箱子，怎么打不开？我看一下妈妈的记事本。妈妈的记事本，钥匙藏在的地方需要有剪刀。哦，所以它现在是藏在这里就对了。所以我们要对照烤箱面包，
烤箱，那应该直接剪面包下面这块就可以了吧？对不对？这会不会等下雷掉？五片，一二三四五，第五片，然后面包的下面，哎 ，bingo bingo， 所以真的是这里耶，酷，哎，好酷哦，居然用这样子藏，所以我们拿到妈妈、爸妈的房间的钥匙，然后还有储藏室的钥匙都拿到了哦，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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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旁边就可以了。好，这样我们目前只拿到两个成就，他说屋里面会有四个，有一个 on 跟 on。哦，跟哎、欸、有哎、欸，有了，哇，这是壁炉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拿到的是圣诞老公公的鞋子哦，所以这可以穿，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找到一个了，耶、yeah! ！三个成就了，三个成就了，好，所以现在应该不剩下的成就应该就在爸爸的妈妈的房间或者是储藏室的，先去爸爸妈妈房间，只要一块就可以了。叮，哦，爸爸妈妈的床真的很大，可以滚来滚去哦。先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进，谢谢。好，进来里面看看，这里是本兽，然后这边没东西，挂毛巾的，又有水池了。哎呦，啊、糟糕了，这边一定会有啊！啊、哦，这边有箱子啊，看一下，哇、哦，它箱子真的有够多呢。其实爸爸妈妈就是圣诞老人，是不是？不然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盒中盒的感觉？灰尘，中太多灰尘了吧？别，哦，这边也太深沉了吧？这个，他后面好像还有哎、欸，那个点不到啊，还是他在外面啊？哎呀，哦！这边居然暗藏一个啦！好，我们点的那么辛苦，难怪这边的点不到。好多烟熏的鲑鱼，哎、欸，没有了、哦。那、啊、它下面好像还有一个。哦，找到了！啊，下面有啦！啊，有没看到了？他说先看日记，再看剧情哦。原来是在这个的下面，没有注意到。好看一下，哎、欸，所以我们刚怎么得到储藏室钥匙的？哎、欸，好奇怪哦。先看日记，好，妈妈的日记。布置圣诞树做到完，我肚子也饿了。整理家人就是真的是妈妈的一些功课之类的、哦、烤小饼干，整理买烤鸡，买小蜜的礼物，所以妈妈去买礼物了，所以他们才不在嘛，是不是？好，来看一下剧情。今天是12月20日，没错，妈妈去买礼物了。奇怪，今天不是我生日啊，为什么买我礼物？算了，去街上找妈妈吧，顺便把一个小熊饼干找没找过的房间，找到大门的钥匙出去。哎呦，所以我们已经找到了呢。我真的还是蛮纳闷，我们是怎么拿到储藏室的钥匙的。好，那我们现在，哎，可是这样还是少一个成就啊。浴室墙壁的下面，浴室墙壁的下面，这个吗？爸爸妈妈的房间就只找到了钥匙跟剧情，没其他的。天花板下面有没有？天花板上面有没有什么箱子是我们没看到的？这里应该没有了，还是这里上面有两个？好了，我放弃了，各位。如果你们有找到，再跟我讲，好吧？我们准备步出大门，再困在这个房间，我会觉得得忧郁症的。好啦，出去吧。OK， 我们出来了。接下来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哦，圣诞小屋，好吧？这边好像没地方去，往前走了。所以接下来要回答 Q&A，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第一题。一题，这要按是不是？圣诞老人拉雪橇的是什么动物？不会有人选梅花鹿吧？好吧，是我们的驯鹿。OK 的，过了。接下来第二题，第二题是什么？圣诞老人的故乡是，哇，是芬兰还是挪威啊？应该不是挪威吧？挪威是500，挪威的森林。好吧，我猜一下芬兰好了。哎，这个感觉你走错了，现在不会怎么样。哎、欸，也可以啊。那有什么差别？哎、欸，啊，会死哦！啊，我会死的！天哪、啊，原来这个会死的哦！这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原来是会死掉的。OK， 好，来下一步。好酷哦，可以做这种有奖问答的地方哎。第三题，哪种树可以当圣诞树？一定不是椰子树嘛？这个我知道。芬兰 ，OK， 你俩用摘啊。第四题，
消失的蛋糕是哪种口味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也没有特别说是哪一种的。巧克力，我比较爱吃巧克力。来，巧克力，巧克力。难道不能吃巧克力？没有走错 ，OK OK， 没有死啊！哎呦，所以这个是圣诞老公公是吧？哎，不能过去。我看一下这边。OK， 迷之声 Bingo， 答对所有问题，你可以往前走了。这条路到底要通到哪里？怎么跟对面的路长得一模一样？你们看不到我吗？哎，真的不能过去哎，只是那边有人，这边没人，好吧？我来看一下。那从这边过来，哎，那是小精灵。难道我跑到圣诞老公公的家了？所以这里是圣诞老公公，偷看一下不会怎么样吧？够了，嗨，有入侵者，糟糕了，糟糕了，有人要抓我们了，该不会等下出现苦力怕吧？不是，赶快跑，快进哦！所以圣诞老公还是正义的，好吧？还是和蔼的哦。好，我们先进来看看，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要来找蛋糕跟那个跟爸爸妈妈，对不对 ？OK， 哎呦哎呦！哎呦还可以偷他衣服哎、欸，穿一下了，这样不好了，这样不好，不要偷他衣服啦 ，Sorry man， OK，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那看一下这边，哎呦，草莓蛋糕，那个是草莓蛋糕，不好意思，今天在送礼物路上看到你做蛋糕很好吃，所以是他把我吃掉了就对了，难怪他的鞋子会留在我们的烟囱里面，是不是？明明就是原本不准我吃东西的，这是要给我的吗？哎、欸，所以他给我一个了，酷哦。然后呢，我怎么突然失明又恶心了？哎、欸，店员说：“小朋友，你哪来的？圣诞老公公呢？你是睡迷糊啦？所以圣诞老公还是这么神秘的。去大街上找妈妈吧，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成就哦，除了饼干店，所以这个就是饼干店了，对不对？那我们再走走看了、哦、哈。他说每一间都会有，那我们现在先经过第一间，接下来第二间看看。这间是什么？Santa 饮料专卖店来了，公姐跟他嘴康，用嘴打起来。这个应该会，我先看他讲话看看，他有没有讲话的对白？看来没有什么对白。我们擅闯那厨房看看，好，这种应该是底下桌子底下应该会有盒子箱子的那种。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乐园明天对，是哦，姜汁汽水，这种汽水你需要降火机。这种汽水我倒是也没喝过，好吧，应该只有一个嘛，那我们就可以散了嘛。一个地方只有一个，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地图真的还蛮大的呢、哦。我们刚去了饼干店，然后饮料专卖店，然后再顺着路再走走看。小时候的日记是成就，真的假的？没关系啊，有拿就拿，没拿就算了。餐厅 restaurant， 让我们瞧瞧看。哎呦，是雪人呢！糟糕，对不起，这个东西吗？躲一下几下看看，这个没东西。好，哎，所以他弹出啊，这个也是呢，椰蛋烤漆啊，烤鸡不是烤漆。好，那这样应该没有了吧？一个地方还是一个吧 ？OK， 所以我们又去过了 restaurant， 他们哪里有？这边还有一个 bookstore 书店。哎，他好厉害哦，所有的箱子都跟圣诞节有关呢。我先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稍微眺望一下，好像没有了。Today no， 这边有香中香，哎、欸、也没有，还是有三层香。哎、欸，真的有三层，还错个。有了，我就是圣诞老公公，所以这样我全拿完了嘛。哎、欸，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欸，还有一个，怎么有蝙蝠？哎、欸，服饰店还没找，服饰店还没找。服饰店 ，Where are you？ 好多这种展示架，嗨嗨嗨！啊，这边不让我过去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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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上面有没有？哦，这里面有试衣间是不是？试衣间看一下，每一间都看一下。下面有太特别，这里有没有？没东西。第二间，圣诞节时候箱子就变哦，真的假啦？会这样子哦，这么特别啊、哦？好像没什么用。第三个，哎呦，在这里啦，找到了红色的装扮，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可以穿哦。我看看，哎呦，变这样了啊！鞋子再穿上去，哇，酷哎！圣诞老公公，
噔噔噔噔噔，巴斯光年 VS 圣诞老公公。好，走吧，那我应该解完了吧？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没去到的。哎，那怎么没有那个解成就的地方啊？这边不能过去了。巴斯老公公，而且他哦哟，你看这样很漂亮，还有圣诞树哎 ，Merry Christmas。哎，这该不会是我爸妈吧？哎，真的是哎，爸爸妈妈，你怎么跑出来了啊？这是我跟圣诞老公公的秘密。才不要跟你说嘞！快点回家吧，买你最爱的草莓蛋糕。哎，草莓蛋糕。即使今天遇到圣诞老公公，便走回家。哎，所以他身上给我那个去圣成就区的钥匙了，这样解完了，对不对？对，应该可以了。所以他应该是说这个吧？下，这里有个下，我们把它放上去。叮！各位成功了，我们已经回来了。然后这边有一个盒子，我们看一下作者的话。各位，虽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作者你的话。你好，我是 Lumi 就是作者。圣诞节快乐！这张是我第一次独立盖出来的地图，算是比较剧情类写。希望你喜欢，如果有问题可以到巴哈拉 YouTube 留言给我。OK 的，感谢 Lumi。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东西弄下去。所以第一个给它放上去，妈妈的饰品；第二个圣诞老公公的鞋子；第三个是吃剩的蛋糕，吃剩的蛋糕。然后这是、啊、小时候日记是什么？啊呵。是不是我们丢在家里面那一本啊？圣诞装扮，姜汁汽水，姜汁汽水，我就是圣诞老公公，还有烤鸡。欸，所以少一个，不、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少了这一本小时候的日记，它可以回去哦，我们回去看看好了。小时候的日记在哪里？是不是我们一开始放在房间没有拿的那个？我先把它放着，那这个可以放吗？一开始拿，哎，一开始拿也没有那个啊，对不对？一开始拿是那个呢？找到了九个，好不好？找到了九个，好不好？十个找到九个，算还不错了，算还不错了。缺了一个小时候的日记，可能代表我们没什么小时候的童年吧。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好不好？感谢大家收看啦，我们就缺一个，没关系啦。如果你们知道在哪里，在底下影片出来的时候再留言告诉我，好不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喜欢我的频道，也记得帮我个赞，按个订阅，随时按下铃铛，最终看到，祝大家今天圣诞快乐！我们晚点直播再见，大家拜拜。